接下来我们投票有四位哥哥并列的，陈晓东、陈志朋、刘维、吴嘉诚。比较喜欢的是竹林深处。竹林深处。竹林深处。十五个哥哥感觉有十四个都要选竹林深处吧的感觉。吴嘉诚来选一下。我首先觉得这首歌竞争会太强烈了，被换掉的几率太强，我就选了龙飞哥那组。陈志朋，我一直看着胡夏，哥跟队长其实我有一点点一点点的犹豫，好难，太难了。昨天说好的，我不能去背叛他。OK。哦，我就这个吧。好。哦，我的室友背叛了我。你不会也要背叛我吧？我心里有点小小的揪了一下，因为我看胡夏就完全茫然，就呆了，哥哥都背叛他了啥的。你背叛于我？我没有背叛。你背叛于我？没有。搞不好有人会把我踢掉啊！小东，单首歌曲我会比较喜欢这一首。我不会去贴 rap 这个位置，因为我一瞄，志鹏哥在下面。哎呀，对不起了，擦，发誓。志鹏哥要被冒犯了，你要把我放哪里去？我觉得阿里巴巴他这个舞蹈吧，对，对，我觉得他跳这个舞会比较出彩。死老头，我觉得太过分了，我觉得游戏规则不对，这是你们要检讨。就我应该要想有一次替换人的机会。他说他跟我交恶了，下一次补偿了，下一次再合作了。那我就放这，我要挑战。好，欢迎光临，东哥。胡夏就拉着我的手，很肯定的眼神肯定了我。再回来，我觉得心里还挺有底的，这样子。我们的关系，就是一些这种有什么想法就可以随时的说出来，